家好，我是来淘表业。喜欢劳力士、欧米茄、沛纳海的朋友可以和我交流。绿水鬼的学名是劳力士豪氏恒动潜航者日历型腕表。从1953年诞生以来，该表变成了专业潜水员必备的装备之一，成为一代经典表款。身边很多爱表数年的朋友都打趣的说过，如果此生只能拥有一块表，那我一定会选择劳力士。由此可见，撇开外观和功能，仅仅是劳力士这个品牌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当然一劳永逸也成为了不少人的座右铭，感谢你的支持。转发加评论，有机会免费获得精美礼品一份。